小小鱼爱成第三关求救一字提示，到底是哪一个字嘞？你看，后面的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有吗？不对，对啊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没有用、啊。我答，我刚刚是说我答应用，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。换你的快乐，天真比较押韵。天真，不要又被我讲对了。我好像印象是一生哎。好，你要用什么答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，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好，这样子是十五个字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。对呀、啊。我用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啊，还是至少一生要换一生。哎，如果一生只换快乐天真，太夸张了。换余生哪里？澳门赌博还是什么？啊，有什么好觉得不划算的？一生至少要换个一生，这样才划得来。好，划得来。好，好了。你的，我本来还想你如果能过三关，我还想跟你聊聊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想问，比如说你怎么，你现在几公斤什么的？这么无聊的访问，我没有，没有八十，那你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答案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来了啦！搞不好我没办法了，我想不到了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哎呦！你看，你要跟我聊体重吗？我不要聊哦。我也不知道跟你聊什么，你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的？哇，好开心哦！我有点中乐透的心情呢。有，我也有，真的好千吨的感觉呢。拜托，我才觉得走路跌一跤的感觉，而且跌到大水沟里。接下来我们就选一个张学友的，张学友的歌都是我们你最珍贵那些都捡。两人一路吵吵闹闹的，也闯到了第四关。制作单位寄出歌神张学友超难度对唱曲，阻挡策略成功，两人第四关失败，奖金4500元，下次再来哦。第四回合参赛者有 NONO、林珊以及罗时丰。是，其实以前哈，是不是比较少有机会开个人演唱会？古早的时候，因为以前没有什么个人的演唱会，都是职业歌手在歌厅里面表演，歌再红也很少有机会。是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。哎，对，我们看到哇，这个很有味道，哇塞，这一把伞啊，你看。他的歌声，我们的故事，没错，太好了，很重要。我们的这个生活都跟很多很经典的歌曲融合在一起，代表咱的故事，没错。而且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故事的，我们唱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先唱是吧？1976年，这个歌叫做《饮者之歌》，哎呦，喝酒的《饮酒之歌》，《饮者之歌》，对不对？《饮者之歌》，来听听看。粉红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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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吧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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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吧。你都是山红粉色。寒冷东风阵阵起，过巷酒馆满满是，君若饮酒作怨气，欣赏金甘酒味甜。啊，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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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杯一杯饮落去。一句。饮了过后是你的，是非我心这在地。你对前辈不尊重哦！哎，你为什么要学李登辉唱歌？我是八大哥，李登辉不是。是非我心，你自己搞混了啦！你学太多人了啦！啊，对，你刚刚是李登辉加。
国金花啊，哎，这歌很酷哎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听说很棒。当年就是目睹黑社会的状况，觉得喝完酒千万要注意。是是是，这首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。这是你第一首写的？哎呦，就是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对对不对？因为我在国生酒店。在圆环的那个宁夏路有一家国生戏院，它的一楼就是酒店，叫国生酒店。我在那边演唱，那很多听众很喜欢，邀请我吃饭。那正好那一天是礼拜六，有加下午场，通常我们只有晚上。那一天很细，因为中午那一场演完了之后，配什么菜？他们就利用晚餐请我去吃饭。有喝汤吗？吃面？那不要问他是什么事啊！对不对 ？Over 哎！我现在脑海里面有画面嘛？他还跟你说他下午场唱了哪些歌怎么办？然后从头唱一遍。没有没有，就直接接那边。没关系，慢慢讲。我是回想的，回想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他这样一讲啊，哇，那画面我清清楚楚都看到。那么进去，他们认得我，哇，蛮开心的。哦，很难得能够在这边看到你本人。是的。那是不是来喝一杯？啊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我酒量也不错。喝什么酒？哦，那个时候不记得了。医生，我请他等我一下。你们是想要我看不到医生是吧？我们结果郭大哥，因为他们的热情啊，我只好就过去了。他们说：“哎，那能不能唱一首歌？”那么我就听他们那么热情，我就简单唱了一首。他说：“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”哎呦，有三。当我唱第三首歌的时候，我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了。正好旁边有一桌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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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重点来了，旁边有一桌大概四五位，四五个谈事情，大概谈的好像哦，声音影响到这一桌要我唱歌的朋友，影响到他们听歌的情绪。有一位上来，就直接站起来，《三字经》就过去了。哎，那对方正好在谈事情啊，啊，那给他一句《三字经》，那不得了了。哇，我好紧。乒乒乓乓就这样。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没有喝就醉了。一连一我专心的听就好。是是是，有我。结果打起来呀，打起来，正好是冬天。还好那一天我正好穿皮衣，要不然我也被打在现场。哦，穿 T 恤很容易被击倒，对不对？穿皮衣比较好。当那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打到外面去，我看我也劝不开，没办法，我就离开现场了。目睹了这种不好的画面，你就有灵感写了这个歌。不是，因为第二天早上啊。一个朋友看到报纸登出来，我没有办法与社会争辩。啊，报纸快点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三大男高音。没关系。刚刚那个故事，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啊，再来第二轮。昨天怎么样？啊，不用问了。第二天呢，还是要有完全的这个啊，我简单的讲就好了。这故事，你简单的讲，你刚刚怎么不找一点简单的戏？哎呦，我还没有讲这最，我流汗，我好了。不要去看医生了。郭大哥，你们看到他这样子？各位，第二天早上，各位，重点来了，要做结论了。结论，早上了，结论的哈，对不对？朋友打电话说，昨天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说，什么事情啊？我还不懂啊。电话来，我还在睡觉。他报纸登了那么大，赢者悲歌。哎呦。我赶快去买报纸来看，怎么会这样报呢？好像是联合报，给你乱报。联合报，好像是联合报，印象中那时候就有联合报。哎，哦，结果我看了，哎呦，糟糕！里面写什么？有一位被赢者悲歌啊，他要把昨天的事再讲一遍，我告诉你。没有报纸写什么？对啊，有一位就被当场杀了。哦，车
九误事嘛，而且没有穿皮衣。啊，后来我就用这一句《饮者悲歌》写这一首歌，《饮者之歌》。所以三段歌词，第一段啊，形容发生的这个状况；第二就是穿皮衣细节；第三就是劝不要喝酒或过量。哦，对。OK， 我们来听一下女生版的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来。一杯一杯饮落去，饮了过头是滴滴。唱得好。祖辈话先听在地。你那也会靠你干没啊？因为外带就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都不会，对，最有会靠。有啊，对，纯背，纯背，前辈，纯金，一言命了。我还刚被我传染了，跟前辈杀戮。你会做访谈？不是，只会唱郭大哥的歌而已。我还带他当年的那个黑胶唱片来到现场。哦，这是，这是郭大哥。这是建国收的吗？对对，我收藏的。真的，你收藏的？对啊，带过来给大家。有没有写时间这一张？哇，难得，谢谢谢谢。这哪是郭建邦大哥？是啊，不像，真的长得不像啊，不像哎。我年纪轻的时候，电塔唱片厂，对，电十块，特价四十块，四十块，哇，真的里面还有黑胶，是酷一货。这是签名吗？里面是拿 CD 出来哦。哎呦，哎，这是有没有写时间？我看一下，哇，有有有，民国。58年，哇，三月，我民国国在被你杀了，1967是不是？我已经退役下来了。69年，刚退伍哈。罗斯福进入奖金挑战赛。韩语歌手林珊推出全新专辑《想去北部时》，今天带着师弟大牛罗时丰前来闯关，制作单位皮可要绷紧啦，因为咱们大牛哥可是有挑战过第10关的实力哦。